大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啊，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一条龙的课程呢，我们今天进入三根的学习，首先是《弟子规》的学习，在经典当中。会强调到根呐、本呐、这些句子啊，那我们都不能忽略掉啊。像《论语》的第一页翻开来就有了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一定要注重根本，不注重根本呢，我们就可能本末倒置了，舍本逐末，就好像师长常譬喻的没有根的，这花瓶里的花。好看呢，撑不了几天呢。所以我们要成就自己，要成就学生呢，我们都不能不注重根本。记得师长的墨宝有提到了。四书五经十三经，是枝叶花果；《弟子规》是根本，《法华楞严》华严是枝叶花果；十善业是根本，舍根本呢？而求花果不亦于乎？那这个就没有道法自然了，这个就愚蠢了。这样成就不了自己也成就不了学生呢，尤其。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是自爱清明，清明是爱人自爱爱人都圆满了，自觉觉他都圆满，止于至善。那我们现在自爱，我们自己修学得不得力？烦恼有没有清啊？智慧有没有长？那这个部分变成是我们自己要自我勘验的部分呢？我们得为自己人生难得
正法难闻，炎黄子孙难生的这么难得的因缘，不责任的。哎，我们爱人，我们教导学子啊，学子有没有越来越进步？他们一代有没有比一代更好？这都是我们在从事教学工作啊，要慎重啊，来评估的，来对待的。所以师长他老人家的教化，他也在观察所有大众学习的效果。我们看老人家提出《弟子规》的学习啊，也是比较是70岁以后提出来比较多了。这个我们都要用心了去体察。因为我们从事教学啊，孔子是我们的榜样。佛陀是我们的榜样，离我们最近的师父上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印光祖师，离我们最近的净宗祖师，他老人家印的经典呢，《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太上感应篇》《汇编》没有一本是纯佛经哦。哎，这给我们什么表法了？祖师啊，不着相啊。他教化的目的是什么？众生受用。众生现在根性没有那么高，他教那么高的经典，他目的又何在呢？所以祖师也没有着相哦。他老人家教诲最多的强调敦伦敬分的贤邪纯诚，这没有教得很高啊，都是落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啊。李炳南老师乘船定主，李老提出常理举要日常生活当中的礼节应该怎么做而且师公有讲学常理举要当一个不被人家讨厌的人呢，我们这个清明呢，是去爱人、去利益人哦。首先我们不能让人家讨厌呢，常理举要啊。到师长强调《弟子规》啊，那代表人的根性啊，都一直在往下降了。这些善知识他在应机说法，
所以我们自己啊，不能学高了。啊，同样我们给学生们也要应激，啊，从他们的根本呢，开始引导起来。这也是我们要用心去体察祖师们、师父上人他们的良苦用心呢。所以这个扎根呢，不得不重视啊。记得第一次打开圣学根之根，这个是教小孩的啊，同盟书籍啊，首先第一句啊，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只为慌张啊。以前常常听师长讲啊，我们在古代教孩子，把他们教成小大人了，很稳重。大家要去观察，去体会哦，是小大人哦，可是哎，很天真哦，很淳朴哦，不是看起来很世故哦，没有，他只是稳重而已哦。大家看师父上人十几岁的照片，你看很安定，但是气质啊都很单纯，很质朴啊。所以感受到古人教育啊，确实可以教出小大人。然后自己一反观，自己一切言动啊不够安详，从小记忆当中啊磕磕碰碰啊太多了。回外婆家有一次在跟表弟妹玩耍，跑啊跑啊就跌倒了把前面的牙齿都跌断了又有一次到海边去结果割到了脚，好像有差不多两三公分呢的这个伤口，还到邻近的医院呢去缝了好几针呢，自己记忆当中啊，自己很浮躁啊。当然要问问自己了。那这个浮躁现在对峙的多少了？昨天在书柜拿东西结果一站起来就撞到那个柜子这个打开来嘛，两扇门了。撞到那个门了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什么撞到呢？其实我把它关起来了。可是呢它故障又打开了。但是之前我就撞过一次了。但是忘记了
它坏掉了，又撞了第二次了。我期许自己啊，不要再撞第三次了。哦，就是你关的时候啊，把锁给它锁上了，虽然它会自己打开来，就不至于再撞到了。所以经一事要长一智啊，真的也不简单。啊，所以都要在这些生活当中啊。让自己的心很安定了，才不会发生这些状况。哦，所以自己虽然啊学了传统文化，学了佛了，还没学以前的这些习气呀，要能调伏啊。哦，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工程。这个、修行确实是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我们有一位啊仁者啊，他有写到啊，对去年的反思，他就讲到啊，这改一个习气呀、啊。真的不容易。他想到了夏莲居老居士说的啊，要不顾生死啊，不计成败，时有相应分呢。这个不顾生死是宁肯碎骨粉身呢，终不忘失正念。这个念头没有稳住了，又要被境界给转了，习气啊又要犯了。哎，他这个心得啊写得很真实啊，因为要落实《弟子规》的每一句啊，一定要放下习气，才有可能把它落实到位。啊，比方啊，这个事虽小，勿擅为啊。我们不把这个自以为是放下来，要做到这一句难了。啊，不时时保持对父母、老师、领导的恭敬啊，这一条要做也不容易。啊，就像我们每个人都熟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哎，《弟子规》也教我们怎么做到善财童子啊，见人善即思起，众去远以见机。自己没有放下啊，嫉妒他人的心念，那见人善也很难及时起的。啊，所以要落实这一句啊，很可能要拿一本簿子。啊，每天见到人家什么优点，记下来。我怎么效法他呀？具体的做法。啊，常常看，常常看，把人家的好啊放在心上啊，这样才效法的到位啊。哦，那见人善即思起，首先我要效法谁呀？哎，我们是跟师父上人学习的，学有效法的意思，
啊，我们这么尊崇他老人家，他身上我们都学不到什么，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讲了。哦，所以我们这一次一起学习《弟子规》啊，也是效法师父上人呢，他是怎么落实《弟子规》的？我们有这个福报遇到他老人家，怎么珍惜这个福报，不糟蹋掉？糟蹋掉福报就损失掉了。所以知福惜福啊，就表现在我们真能效法师父上人，真能效法我们所遇到值得我们学习的亲戚朋友的因缘上啊，福在受见，能接受他们的劝谏，不止言语上哦，他们的身教我们懂得珍惜啊，我们就越来越有福报了。我们也感谢有同修将老和尚的身教，他把他照《弟子规》啊来排列，所以师长的身教是113件事，《弟子规》是113件事。这个有文字档啊，手上有资料的同修可以发到群组上，提供大家做参考。所以我们不能这个小看了《弟子规》啊的落实了。我记得第一次是2004年7月份，我们第一次办幸福人生讲座啊，是在一个饭店里面办的，结果有一个母亲啊，她刚好走进教室，看到教材，他不知道我们上什么，好奇啊，走进来，翻了这个《弟子规》，看一看，说：“嗯，这个是小孩学的。”他就走了。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重视《弟子规》这部书啊，因为我们看啊，这一部书是李毓秀夫子编的，他是依据孔子在《论语》当中的教诲，一个学圣教的人应该着重哪些部分的学习啊？这个不单是小朋友学的啊，当然，因为它是三字一句，两句又有一个韵，所以小朋友读起来特别朗朗上口啊，就当作蒙书来启蒙孩子。假如还把它用一个调音调曲调啊，就可以变成吟诵了。所以古代读经啊，很多都是用吟诵的啊。这个一吟诵啊，小孩就随着这个
音调，摇头晃脑。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我们道光长老、行光长老他们30系念其实那些调子，像《弟子规》，我们就曾经用那个法会当中的调子来念，《弟子规》声真熏，首孝悌，自警行，妨碍众恶亲仁。有余力这学问，都可以有调来念的。我以前呢，还花时间去学闽南语都有调的。你看《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果不教，性乃迁。”告知得贵以专，识明目，即明处。我以前当老师也没有混的哈。能学一点文化的东西引发孩子的兴趣尤其知道这个闽南语精髓就很美，这个一定要把它传承下来。我们知道重要了，我们就肯花时间，肯花精力了。那我们看，跟着这个音调来朗诵人的这种心情也得到一些抒发所以以前的人都没有什么忧郁症呢。我就看现在人读书压力大了又不是照古代这些教学的方式方法太压抑了所以这个教学在这个时代。古代一些方法都可以借鉴，都有它的效果。来看礼乐教化，这个乐教跟礼分不开。我们看开学典礼拜师礼这些礼仪的过程呢，都有很好的音乐搭配。包含祭祖，整个过程都有音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对人内心都起到很好的调和作用，所以我们当老师也要把乐教善用起来。那刚刚提到我们一位仁者他自己深刻感觉到调伏一个习气很不容易，他能有这个感触是可贵的，代表他真干才会有这种感触那师长也勉励我们，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要放下习气才能落实一句京剧哦。可是要放下一个习气也很像要脱一层皮这个不简单的。时而勉强，终则泰然。能一句、两句、三句真正落实了，慢慢其他的句子就不能
因为我们能落实的一两句啊，自己的性德啊，慢慢开始往外透出来，甚至于可以起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哦，而且他也提到啊，自己真的有落实了，哎，感觉啊，家庭的关系啊有所转变了，啊，家里的人对他比较认可了，哦，所以师长常说啊，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得不到家里人的认同啊，哎，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啊，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医报是我们的家庭啊，啊，同样的。我们在学校当中，班级啊是我们的医报，啊，随着我们老师这颗心呢，是正报来转变了，啊，自己教学的过程，啊，尤其是越教啊，这个感受越深了，自己的状态越稳定了。啊，学生的学习提升越大，哎，自己的状态不稳，甚至还退步了，哎，也可以感受到啊，学生的状况也不好。啊，台湾啊，有一位高僧啊，圆英法师。他是禅宗的学生哦，而且年龄比较大才出家，非常精进，就闭关了。他在精进修行过程，用毛笔啊写下来一些心得，后来编成了《毛鹏杂记》。看到他的教诲啊。印象很深刻啊，述而不著，信而好。哦，所以我们看看有大成就的人，都有同样的心境，代表呢这些心境没有到位啊，我们修不成。哦，这个值得重视啊。哦，就好像老和尚讲经当中提到啊，一个人修学要成就啊，要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是所有成就的人共通的特点。但是这六个字啊，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啊，我最近跟一个同修交流啊，他呢，老和尚讲经啊，24小时打开来，从来没有播经机啊，没有离开他的身。那跟他交情还不错啊。我说你不是很听话，虽然你每天都在听啊，但是呢你遇到事的时候啊，我看还是顺你自己的想法，不是依照经典，也不是依照老和尚讲的。哎，我们有时候会被这种外向啊，哎，我有啊，我有听啊，我24小时都听呢。重实质，不重形式。
实质是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老实听话，真干，一教奉行多少。旁观者清啊，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啊，我一直在听啊，所以这一些修学成败的关键态度啊，这我们都得自我勘验。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要靠个人。尤其啊，我们现在工作强度啊不轻哦，工作所要花费的时间蛮长的。我记得自己当时候在高雄县教书，我记得那时候还跟我的同学，师范学院的同学开玩笑，我说我以后教书啊，不是到弥陀，就是到观音啊。因为我高雄有弥陀乡，还有观音乡嘛。后来我第一年正式教书啊，是在这个观音国小教书的。当时候做班主任呢，我记得出门的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回来的时候呢，天已经暗了。所以在学校的时间呢，超过10个小时。当然哦，人不怕身累，怕的是心累。你做的觉得很有意义啊，其实心不累，反而一种踏实感。我自己大学毕业，社会新鲜人，我要的不多。这一句话大家熟悉吧？我们那个年代的一首歌曲啊。我要的不多，就希望干一个真正对社会有帮助的工作。可是我因为一开始接触商业，当然商业也有菩萨哈，可能是我福报不够，没有遇到稻盛和夫。这样的这个有理念的企业家，就感觉好像他们给我讲的这么好啊，根本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后来接触到佛法说因地不争啊，果招迂曲啊，自己的动机啊，自己心里要很清楚啊。所以后来就思考，哎呀，哪些事情啊对社会有帮助啊？虽然我也曾经做过 top tier sales 啊，不是很踏实。后来我真的决定了不然我去做有机农业，我去农耕这个对人一定有好处的。我工作都找好了，后来刚好去了台东想说去个3-5天度假就回来工作了，结果一去就住了7个月了，现在回头想想，佛菩萨慈悲啊，加持啊，让我跟教学啊，
接上缘了。就是啊，在山清水秀的啊台东关山池上之间啊，所以我在那七个月胖了啊5公斤啊，顺便推荐一下啊，台湾池上米啊，很营养又好吃哈，结果就遇到一个代课的机会啊，2个月，有一位女老师生产，特别巧啊，那一年的法令啊，调整了一个规定啊，就是大学毕业以上啊，才能够代课。以前是高中毕业就可以代课了，只要有代课的机会啊，学校的老师的亲戚朋友啊，绝对会掌握这个机会，因为呢，一个月薪资也不错啊，结果那一年一改，要大学毕业才可以代课。那大学毕业生都跑到西部去赚钱了，东部找不到了。那我是从西部跑到东部去静静心的，所以这个机会啊，就找上我了，推都推不掉。所以这个是佛菩萨慈悲啊，让我有机会去从事教学了。第一个星期啊，就觉得教学太有意义了。因为那我去教一年级的7个孩子，他们现在的面容啊，我跟大家一聊啊，他们的面容都呈现在我面前。现在想想，他们或许是佛菩萨来度我了，来启发我的使命啊，启发我的责任，启发我的善根啊。好像是第二天吧，我在走廊上看到旁边草地上有一些蚂蚁死了，很自然的蹲下来把它埋掉了，刚好3个同学经过了，说老师你在干什么？结果我说买蚂蚁啊，入土为安。那学生一听，点点头。实在讲，我不知道他们听懂不懂啊，他们只是眼睛很认真的看着我点点头。结果隔天呢，我看到那3个同学蹲在走廊旁边，我就蹲下来问他们了，你们在干什么？他们回头看着我，很认真的说，入土为安。我在那一刻啊，确实是好像眼前一亮，我好像找到人生的方向。我以前也听过一句话，与其教小孩读书写字，不如教大人拾回童心呢。这句话其实就点出来，父母老师的重要性。父母老师能有很好的身教，其实小孩子并不难教啊。我后来就回来考师资班了。现在想想，佛菩萨考虑的很周到，让我代课2个月，我就有钱补习了。后来读了1年书，也交得起钱了。
然后呢，哎，我实习啊，又让我考上代课了，代课抵实习，哦，所以啊，那教书的2年多啊，体会到一个成语叫披星戴月，那。工作的时间呢，蛮多的。从相上看呢，休学的时间就少。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呢推到境界上面去。哎，这是一个习惯哦。啊，我们遇事容易觉得啊是别人的错，别人的问题。啊，同样修行啊，这样的一个惯性啊，有可能也会出来。我们呢，不因为境界啊，我们就自己呀。产生一种困难，产生一种退缩，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像去年承德自己也在体会这一点呢，境界没有问题，问题是自己的心有分别，有执着了。比方不能因为工作忙，你佛就念得少了，你经就听得少了，那就把责任推给境界了，哎，就开始试验了，一天可不可以念10000声呢？哎，后来坚持几个月其实不难，也很惭愩自己修学20几年了，其实这个功夫啊，应该第一年就可以做到了。哎呀，这个蹉跎太久了。后来今年跟一些同修们共勉。王念祖老居士说啊。不要求把念佛当唯一，但要把念佛当第一而且黄老还说啊，没有念到10000不叫念我们呢，在听善知识这些法语比方说黄老说呢，念不到10000不叫念了。我们首先，这个自我感受先上来，这黄老不能体谅我的实际情况是吧？我这么忙，我们听善知识的法语是先去领会他这个法语背后的深意在哪，还是我们先自我感受先上来？自我感受重的人。情执重的人呢，要纳受善知识的教导难首先呢，我们得要静下心来去体会他们讲的这些用意为什么黄老说你没有念到10000不叫念呢？念的目的是什么？正念越来越多佛号越来越多烦恼越来越少。那我们一天没有念到10000，那其他时间都在打妄想。
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我们每天烦恼妄念还是比正念多很多，想不退吗？不容易的。那当然这个一万意思就是佛号要比妄念多啊，不能少啊。假如说你念的比较慢，那个是另外的情况啊。因为念佛最重要也是要摄心嘛。你念得太快，口念弥陀心散乱，就为了赶一万，那又产生新的执着了。修行难啊，难在什么？随时都可能有执着点产生，一直就成病了。比方说要念一万，决心也很大，然后就顾这一万了，家里人需要我们帮什么忙，我们就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哎呀，这冤亲债主又来了，我明明要完成一万的，怎么又来给我障碍了？你看这个念头又形成了一种对立了。所以我常常也是跟大家说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啊，大家也什么都没有听啊。那个什么都没有听的意思是不要听出执着点了。不然到时候一听出执着点出了什么情况了你家里的人一定说那个出家人很可恨啊。怎么我们家里的人听他一讲就变得怪怪的了所以这个一直成病了，真的不简单了。也是在练自己呀、不要把责任呢推到境界上去。自己确实工作不少，但不要以此为借口。自己还是浪费了不少时间呢。今年兔年癸卯年师父上人属兔的，所以今年的加持力也会很强。加持的根本就是自己依止的老师上师时时不忘他的教诲，就有加持。那请大众劝请大众念一万，那我自己不能少。当说确实有点冲动，就开了个两万。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的战况。从大年初一开始到现在，平均有超过两万。也是慢慢要养成习惯。因为之前看到藕益大师一段教诲，那一段教诲很精辟真的是六字统摄万法。一句佛号真能念佛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大布施了。身外之物能布施，这个身也能布施啊，这个是最彻底的布施了。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来回向给苦难的众生，都是这种为众生的心。就像师长常常说，灯是什么表法？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们面对学生呢，自己的感受啊，可以再做得更多啊。每一个学生其实都需要更多的爱，更多的引导啊。真的看那么多社会现象，甚至于自己所接触的孩子、年轻人，都缺爱，比例太高了。一缺爱啊，身心不安定，一不安，烦恼就上来。所以有一个药啊，世间的阿伽陀药啊，就是爱。你真爱他呢，你就是他的真上缘，他在你面前呢就越来越好啊，他不愿意辜负你对他的爱护啊。而自己假如不要熬夜呀，不要浪费了自己的精力呀，自己就能为学生们做更多的事情了。哎，人有这种责任使命啊，真的容易调伏自私啊，调伏烦恼。不使一秒钟空过啊，不使一句话空说啊，甚至于是自己早一天明理，早一天更有善巧方便，学生就得利了。我们早一天提升自己的智慧，就可以引导学生了。这一份心呢，就鞭策自己，不能懈怠了，不能浪费一分一秒。记住这些学子们信任的眼神呢，甚至于我们可能也面对一些家庭不幸的孩子的。人不学不知道啊，不知义啊。况且呢，中华文化忽略了几代人。现在当父母的不一定知道怎么当父母。这样不幸的孩子来到我们面前，心大悲啊，名有情，眼迟辩受法眼。有时候你真正要帮助一个学生呢，会感受到不只是要帮他，还得要顾念他的父母啊，因为他父母对这个孩子影响太大了。你说，那他父母应该要懂啊，他没有机缘啊。你去怪他的父母啊，他的父母说，我爸爸妈妈也没教。后来你跟着他父母去找爷爷奶奶是吧，爷爷奶奶说，我爸爸妈妈也没教。后来大家都来到坟前了是吧，这几代人啊。但是我们是从事教育的，我们是专业的，
那就从先觉觉后觉啊，我们先明白教育了，我们就有一份责任了，去护念不懂教育的人了。哦，那真的想帮助一个学生呢，你就体会到了业力甚大。这个孩子本身有他过去生带来的业，他家庭也有业力哦，他的父母，他家里的人，他所属的社会环境也有业力哦。为什么五种仪规里面有训俗仪规？整个社会的风俗啊，对每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哦，所以普贤行愿品讲了，因有众生呢而起大悲呀，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为什么诸佛如来这么感谢众生呢？这么同体大悲来救拔众生呢？他们感众生的恩呢？没有众生的苦难呢，他这个大悲心、大菩提心啊，没有发出来，他成就不了佛道啊。所以印象很深呢，啊，那个三道啊，一道精华，许俊医师。他说了一段话，他曾经把都断气的人救回来啊，病重的人救回来了。他自己的感悟啊，看起来好像我救了这个生命，事实上是这个生命啊，把我的慈悲心不断的唤醒。自立啊，一定立的。啊，自己回想从教啊，这二十多年，啊，假如不是啊这些小朋友们信任的眼神，自己也很容易懈怠呀。啊，都是这些缘分、大众的信任鞭策自己的。真是无限的感恩呢、啊！好，那师长也表演给我们看，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修行嘛，就是改心转念，尤其是啊，要用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感恩的心呢。我们对家人，对一切人，念恩忘怨。我们把很容易抱怨的心念转过来，不能念怨忘恩呢、啊，念恩忘怨，我们就真能过上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而且啊，感恩心不可须臾离也啊！啊，《华严经》告诉我们呢，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菩提心跟感恩心呢相应啊。啊，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啊，我们观察念本师恩，
念父母恩，念师长恩，念众生恩，念师祖恩，都是知恩的心啊，感恩的心啊。我们只要有埋怨别人了，菩提心就不见了，而且埋怨别人是嗔心啊，火烧功德林了。所以这个念恩的心啊，不断增长。你看佛门，吃饭以前十存五观，就增长感恩心了。济功多少，量比来处啊！哇，这一餐饭可不容易啊，多少人的心血呀，多少行业的成就啊！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自己也是在体会历事练心。我经历工作是忙碌的，练什么心呢？练不把责任推到境界上面去。我还是可以练一万，我还是可以练两万呢。刚好最近去了澳洲，见到一些年轻人不过呢，我跟他们讲话都得翻译他们比较听得懂英文他们很可贵哦。像有一个越南的后裔他不会讲中文，但是呢，当地用英文教弟子规他来学了，十三四岁就开始教弟子规，很可贵啊！现在是小学老师哦，他那个愿力我也很佩服的。那这些年轻人都发心到道场来护持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现在生活工作那么忙很少有时间拿出来念佛，拿出来听经那有一点就很关键的我们佛门讲不着相不是听经的时候才在熏习今天假如我们面对一切人事都是用经典来思维，请问当下自己有没有在熏习？假如我们工作是工作，没有把经教用上，然后就会很渴望，赶快让我听听经吧，我把心态调整调整吧，我快撑不下去了。那就经典跟工作打成两截了，这样就比较不能有法喜了。这样假如听经的时间少了，自己就会生烦恼了。所以我们纵使听经的时间少，但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学生引导他犯错了，你引导他讲啊讲啊，讲到自己也流眼泪了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被自己感动了
我有一点这个经验啊，当时候面对四大天王，我们引导学生啊，他犯错了，机会教育，我们不是发脾气的，都是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的。每一个言语都是恳切的，所以师长老人家说，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呢。什么时候用真心？看自己的学生一眼，用真心。每一句言语，甚至拍拍孩子的肩膀。都是用真心，那真心的力量可大了。我记忆当中，当时候在高雄中学，我两个老师，一个是我6年级的班主任，一个是自然老师，很巧啊。刚好他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在高雄中学办，我当然很高兴啊，自己两个老师到学自己学校来了，就去见老师。那更巧的是什么？这两位老师都教过我二姐，那我二姐都是全校第一名。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的，我是在他的，不能说阴影之下在他的光环之下，确实有压力的可是你看，当时候两个老师在那里谈话呢，他们的言语就是表达。你们两个很不一样没有拿我们去比较我记得当时候老师讲了，还叫着我的名字你是哦，大只鸡慢提啦，说我是，这个闽南话翻成普通话不是很好翻啊，就是说这个很大的鸡叫起来比较慢翻成另外一个意思叫大器晚成了。那个当下老师笑着说的，但是很真心对我们讲的。你看那一句话对自己的鼓励是终身的鼓励啊。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啊，真的不能忽略真心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教学啊，心中要有佛法。那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思考。自己都在道中啊，都在熏习当中啊，你就不会觉得哎呀，我不行了，我听经的时间太少了。你越是这个念头，就变成恶性循环，你会有一种无奈，怎么都让我忙成这样？你对境界没有一种安住。甚至对境界没有一种感恩，这个境界是来成就我的，到底现在考我什么啊？老和尚说：“佛菩萨安排啊，现在考我什么？
立誓练心啊。事情可以忙，心不可以乱。练这个，工作可以多，心不可以烦。工作可以多，但是呢，处理事情啊，还是能够啊，用真心，不起情绪，不要在镜上练了，而且自己的体会啊，提供大家参考。每一个时段呢，可能都有我们考的重点。你没有考过了，那这样的考试啊，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甚至于会换人，换整个事情的一些人事的状况，但是考的是同一个。比方说考我们面对事很多啊，心要定得下来面对事很多，可是不能不替人着想，不能不起情绪不能起情绪可能是考我们在境界当中不能跟任何人对立，真的是一切皆考验了，看而怎么办？对境若不是面对这个境界，不知道是考自己什么呢？需再从头练了，得从头再修了，没过关呢。像自己就有一段时间就感觉考不挑境界，随缘顺受，怎么来欢喜去面对它，不要挑境界。有一段时间就考大学说的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跟你过去今生缘分比较好的，你能不能冷静，可以看到他的不足？这对我们教书很重要啊！跟遇到跟你过去生姻缘比较好的学生，你不知道他的不足，你就护不到他了，那到时候跟他搞情执去了。这个我有遇过啊，我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个代课老师刚好班主任生产了，这个代课老师对我很好我当时都觉得我走路有风慢慢慢慢自己有点狐假虎威。就飘起来了。你看，这个老师的缘对我讲关系那么好，反而我恃宠而骄了。后来班主任回来还给我调了老半天了。你这个面对善缘，你要会用心哦。不然你会堕落，他也会堕落呢。物而知其美，那刚好这个学生过去生跟你缘不是很好，他的一些言语态度，你就不舒服，要提醒自己不能被这些过去因缘影响自己的心哦，心还是要平等哦，不能偏私哦。
然后还要看到他的优点，肯定他的优点。所以我们要把善缘、恶缘都转成法缘呢。而老师要把放下爱憎，平等对待，展现给学生看呢。不然呢，我们利益不了学生。缘分好的生贪爱，缘分不好的对立起来了。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老师这个行业也要以修身为本。我们不把爱憎的心调伏，想要利益学生，不可能。所以古人这个两纲八目啊，前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这个是内圣的，这是成就自己。接下来修齐治平是外望去利益众生的。所以真忏大师禅宗祖师说到了，烦恼起于爱憎，爱憎起于分别。所以淡漠真爱，洞然明白。我们真把爱憎的心去掉，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面对境界的时候，自己的心是清楚，不会被贪爱障碍，不会被嗔恚障碍。所以师父的法语是宝啊，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我们在教学的现况，也有顺境逆境的善缘恶缘。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不会全现的。我们刚刚提到《弟子规》，这个是李毓秀夫子他依照孔子一段对学人修学内容的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透过这七个纲目，收集很多经典当中的教诲，编出了《弟子规》，可谓用心良苦啊，将每一个圣贤学人从小扎根呢，从小就掌握圣学的这些修学的重点。那有孔子的教诲为纲，那李毓秀夫子良苦用心啊，编了所有这113件事为目。那这样的经典，我们也要用珍重的心呢来学习。如平得宝，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我们看呢，这个总序，《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警性》、《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个《弟子规》是依照孔子、圣人的教诲编出来的。那首孝悌，经典当中有说到，尧舜之道啊，孝悌而已矣。所以我们的道统当中呢，这个孝悌根本。俗话也说啊，百善孝为先呢，而且忠臣出于啊孝子之门呢，所以这个修学圣教啊，一定是以孝悌为先呢，次警信。警啊，俗话说的谨慎为保家之本，都是根本哦。尤其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呢，一个人从小没有养成谨慎的态度啊，他是迟早要出状况的，这不可能避免得掉的。所以谨慎为保家，也是保身呢，是本呢。我们冷静看看现在外在的诱惑，老和尚说的比起古人呢，超过一千倍啊！你说这个谨慎不扎根，不可能避免得了这些诱惑啊！所以，我们从事教育角度，从学生的一生来看呢，我们才能抓住轻重缓急出来。我们也不会为了眼前的分数啊，这么挂碍了。我们自己也觉得用到心了，我们所重视的都是他影响一生的这些做人做事的态度。哪怕现前学生不理解你，学校的领导不理解你，那刚好我们这个境界练什么？人不知而不愠呢，不亦君子乎啊？现在这个时代啊，你做对的事啊，人家不一定认可你的。所以我们的动力，假如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可啊，那铁定会有很多挫折感了。要建立在真理上，建立在老和尚的教诲上，信，信义为立业之本，这个在社会的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自古皆有始，民无信不立了。你说孩子能够不重视信吗？那他人生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泛爱众，仁爱为皆物之本，都是根本。爱人者，人恒爱之啊！要能推己及人。而亲人，亲近有道德学问的人，从佛法来看，要从名师受戒，明白的老师啊，我们要亲近古人呢，亲近当前的良师益友啊，而且一天不亲近了，我们就会退了，烦恼就会上来。古人还可以撑三天哦，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呢。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我一日不读书也不行啊。我只要有时间了，我就要赶快看书听经了，不然我会打妄想。我不是三日啊，我是一秒。我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了。那最后有余力啊，则学文啊，代表前面这六件事啊，重要啊，都是本分之事啊，要认真去做啊，做得很扎实的，还有余力啊，在学文呢，学六艺啊，学经典，代表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做，扎这个做人做事的根基了。而且假如不重视前面这些德恨呢，一学文不力行了，不重视就没有力行了，但学文就长浮华了。这个都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哦。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圆瑛法师强调我们现在修学的病，求解不求证，喜欢听经，没有落实。所以我们这一次大家一起共学《弟子规》啊。不只是我们理解这一句，我们要把它彻底把它落实下去，不然解行就不相应了。有一个丈夫啊，很无奈的说到了，我这个太太啊，每天就在那一直听经，一直听经啊，孩子要学习也不去陪伴，这个听不是要拿来做的吗？你看我们学的人，都让没学的人误会了，生烦恼了。所以求解不求证，这不对了，一定要去信解，还要行证。不能好多不好精，求知欲哇，喜欢学很多啊。老和尚指导我们，应该是学一句呀，好好去落实一句，就有一句的受用了。而且不能逐末不求本，所以本在孝悌呀，本在前面这六项做人做事，有余力的在学文。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好，远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大家保重，呵呵，阿弥陀佛。嗯。